日前，娱乐圈最爆炸的事件莫过于张馨予宣布领证结婚，结婚证和婚纱照同时放出，这波狗粮可谓是让很多网友措手不及。而张馨予更是甜蜜表白，嫁给他，嫁给爱情，不少网友纷纷送上祝福。嫁给爱情的张馨予真的被宠成公主，让不少人羡慕不已。据悉，张馨予老公是一位武警特战指挥员，名字叫何洁，曾获得诸多荣誉，是非常优秀的人才。两人的结合算道上郎才女貌，让人羡慕不已。据悉，两人因为参加综艺节目《奇兵神犬》吻而相识相知。当年张馨予在节目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，不仅剪掉了长发，而且还完成多项看似一个女孩子无法完成的任务。如今两人终于修成正果，实在是娱乐圈中的又一段佳话。这些年来，张馨予也曾为我们带来无数的经典角色，虽然当年在某国际秀场走秀也曾闹过不少笑话，但是其颜值在娱乐圈也算是屈指可数，古装扮相非常的惊艳。另外，其还有一个长相帅气的弟弟，曾经张馨予也曾晒过和弟弟的合照，不少网友大呼这颜值可以出道。而张馨予似乎也有让弟弟出道的打算。我们都知道，娱乐圈很多女明星都有一个帅气的弟弟，像我们熟悉的 Baby， 前不久弟弟的帅照就被扒，两人还一起合作某部作品。而范冰冰和范丞丞这对姐弟自然不必说，范丞丞这么火，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，也离不开姐姐的帮助和指导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还是祝福军嫂张馨予和老公能够越来越幸福美满吧，也希望两人能够早日大婚。不知道张馨予获得爱情之后会像其他明星一样选择淡出娱乐圈，还是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的作品，我们还是尊重其选择吧，也希望张馨予能够越来越美，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。